今日咧系想讲下 Snow Fox 嘅 ，Snow Fox 喺咪咪猫咧差唔多有十年噶啦，都好受客人欢迎。尤其佢初初出嘅面膜啦，可以做到 Clean Beauty 啦，冇嗰啲化学防腐剂啦，系好犀利啦。但系而家咧已经发展到一系列嘅产品。咁其实佢嘅卖点咧就系 100% 天然纯素啦。咁啊配方好适合敏感或者痤疮肌肤咧，其实系强化屏障啦，增加皮肤嘅抗敏度啦。咁呢啲都系 Snow Fox 嘅 objective 啦。好多人都话：哎呀死啦，而家太多产品啦。如果系一个入门嘅 Snow Fox 个 routine 做。早晚应该搽咩呢？加咗有机薄荷萃取嘅洁面泡泡，冰凉清爽又唔会抽干水分，仲可以抗菌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嘅。呢支咁靓嘅系精华同爽肤水二合一，方便啦，而且系好快吸收，可以全天候帮肌肤补水锁湿。呢支咁靓嘅精华化妆之前用啱晒啦，除咗靓之外咧，佢里面系有透明质酸 Cube 3， 可以即时令肌肤变得光泽同饱满，而且佢可以防蓝光，即系防止肌肤老化啦。夜晚啦，就用晚安薰衣草卸妆油同埋冰爽洁面泡沫加埋做 double cleansing， 彻底洗晒全日嘅污垢化妆，而且可以同时做埋保湿。Cleansing 之后，我会直接搽蓝睡莲焕亮精华，它功能好全面嘅，可以去痘亮白啦、镇静、控油同埋收毛孔。不过如果你觉得皮肤系有啲攰啊，有啲干啊，想急救 refresh 下咧，梗系敷翻我哋嘅王牌 Rescue Mask 啦。最后一步就系搽 cream， 锁住晒所有营养成分，等胶原蛋白慢慢增生。Snow Fox 嘅早晚 routine 就系咁简单啦。